战争勿出来面对，欢迎收看今天谁来配，我是钟佩君。今天特别来宾我们请到了中正万华立委参选人虞美人，欢迎美人姐。嗨，欢迎，好，谢谢佩君，谢谢各位亲爱的这个观众。今天的采访其实对我来讲非常特别，因为美人姐是我这个盘点这个采访经验里面可能真的是唯一一个在我采访他之前先被他采访的人了。当年在国民大会， 对我们曾经也在同一个电视台服务过、那当然是因为这个美人姐过去有非常丰沛的主持啊，还有演艺的经验、前后加起来可能将近30年，就很深厚、所以基本上虞美人这三个字在台湾观众应该都不陌生，对民众来讲，但是对您的本名虞云杰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熟悉了。是，那您随着参选也把这个艺名正式的改为本名、不过应该蛮多人好奇，就当时这个艺名对您来讲是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吗？应该这样讲，我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政见上的名字、那一个呢就是群众赋予我的名字，就是虞美人。其实从出社会工作以来呢，一直都是用虞美人这样子的一个名称呢，在这个活出自己的生命，表达自己的态度、那么这个名字已经让我长出新的生命、所以我把这个本名换成，就有时候你会搞不清楚哪一个才是你的本名了、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我现在就是正式的就是在政见上也都全部改成虞美人，那么这是一个新的生命，我接受命运的安排。您当时这个名起这个名字好像是因为在过去在地下电台主持的时候有过一些特殊的这个应该是回忆吗？就是当时是怎么样因缘机会？因为是这样子，因为当时在地下电台那随时都要被抄台，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就会问说你这个长相怎么样，因为听到你的声音很棒、那又随时都会被抄台，对，所以不用解释那么多、因为可能每一次的这个空中的相遇都是最后一次、所以我就说哎呀，我是世界大美女啊、声音这么好怎么会丑呢？然后呢我就说你参考一下四位美女合起来就是我的样子、那因为我又姓虞，所以他就说哇，那你就是虞美人了、我说对，然后呢其实后来我进电视的时候我还是用虞云杰，只是记者都不写，都还是习惯用这个虞美人、我最尴尬的一次是当时在 TVBS 的时候还有李涛大哥2100全民开讲，那我们共用一个化妆室，结果刚好有人打电话进来，然后我就直接接起来，我说嗨，我是美人，然后李涛大哥就这样看了我一眼，我心想这好像有点尴尬，不过后来这个他对我很好，这样子他也一直笑这样子，那后来大家就觉得比较有记忆一点，就一直沿用这个名字，所以他真的不是我自己可以这个定义的一个名字，它真的是一个群众赋予我的名字。其实像我们开始参政的时候，对我们这种人来讲、最困难就是怎么样让这个群众记得、所以其实响亮的名字是一个我觉得入门非常好的方式。但美人姐的状况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可能你到选区基本上刷脸辨识，大家现在对你的辨识度应该远远都认得出来，对不对？是，我应该讲说大概都认识，虽然我还担心大家不认识，我还把名字绣在我的那个领子上。所以你也是穿的那种我们的那种有点传统的，是不是？不是，我穿着，我是绣在领子上而已，这样子。对，我就有遇到几个这个老人家，他就说：“哎、丽，哇，我得等西跨贵丽，丽什么 B？” 我就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帮他做选项，那几乎是都答对了。我讲好，我跨贵哈，来虞美人、陈美人、王美人，都是的。虞美人确实对，所以就我想这个并不陌生、那你在跑选区的时候这个你觉得最困难是什么？因为参会啦或者是这种握手拜访、我觉得您的亲和力应该都不是问题，可是可能有的时候对话之间、比如说大家就很关心您说因为您是以无党籍的这个身份参选嘛、那难免的民众还是会有蓝绿啊政治之分，您在这个拜票的时候会想要做这样的区隔吗？还是没关系就是来者都是票就是都包？是，你这个真的问到我了哈，因为我昨天在想你这一题的时候我在想我因为每个人都对我非常的热情、我真的从他的脸他的长相我看不出来他是蓝的还是绿的、还是你有能力教我怎么去辨别哈？因为他们对我都非常的热情而且也非常的一个支持、那我到选区拜票我都是讲说啊，请祝福我这样子的、那么他们也都觉得这个很亲切，不过一开始中正区跟万华区 有一点不一样、我在中正区拜票的时候我记得是母亲节吧，那大家排队啊参加这个礼明活动、那我就一个说啊请祝福我，我是虞美人这样、就有一个人特地离开那个队伍跑到我身边来，然后就很冷静地问我选立委啊，我说对，选真的选假的？我说选真的。好，
我给你我的祝福，然后转头就走哦。然后走的时候飘了一句话，我真的这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就愣在现场这样，选真的选假的？选真的。好，那我给你我的祝福，总算有个正常人出来了。这个是中正区，然后万华区呢是这样子，他会立，我想说我就是内伤，对，他想他就拍立。我想说他是觉得我这个对他的心仪的候选人产生威胁还是怎么样吗？没有，那是拉近距离。你就比我有经验。然后呢他其实那有点凶哦，我一开始并不知道原来那个是他表达爱的方式。你然后我说你好，你说我会倒立。你看这两个是不是很特别？对啊，所以确实啊，在我觉得在演艺圈跟政治圈跟民众互动的方法会完全不一样。因为过去您在当这个艺人的时候，可能保护的也会比较好一点，可是现在到民众就真的就是都面对面了。您去，我比较好奇哦，比如说你去拜票跑行程的时候，会被要求高歌几句吗？不会。那你对其他的这个现场的歌声会不会觉得天哪，实在是难以入耳？因为我们这种业余的常常被迫要在外面现唱两首，炒热气氛。我知道你要问我那一题，就是说，因为我主持超级红人榜的歌唱节目，所以呢，长期看我的节目的都知道，我说的比唱的好听啊。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政治人物呢，这个请原谅我们这些业余来乱的人。不会，好，政治人物的。你问我说歌唱的排行啊或怎么样啊，我心里有另外一个分类啦，好，就是喜欢唱的，然后真的会唱的，还有不会唱硬要唱的，还要唱的不好要一直唱的，好，还有真正会唱却不唱的，好，其实是很多类哈。那因为我们选举就与人为善，我就你们自己对号入座就好了，好不好？可是我觉得你刚讲的那几个指标前三个都可能大部分指向同一个人，请大家自己上图卡了，我就不说了。但是有一个真的唱得好又说得好，也是我心中的楷模，那个人叫高金素梅。他的确是，这个应该是大家。他以前也是出过这个歌唱作品的，确实。那进到选区里面，就会跟这个现任的很多这个民意代表会有一些互动，就是其他政治人物嘛。那在中正万华这一区哦，这个状况其实跟其他区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民进党很快就已经这个抵定，他们就是提名现任的议员。那国民党可能也是朝这个方向了。那相较于他们是有陆战有组织实力的，不过我之前看到的民调却跟大家想象可能不太一样哦，因为大家以为说这些现任民意代表可能挟这个陆战啊组织上面实力，不过美人姐的这个空军实力看起来是碾压哦，听说民调赢了14%这么多。不好意思啊，就跟你这个讲一下，就是说这个民调呢，事实上也是参考而已，但是的确我们在选区里面呢，我其实本来对这个两党的提名啊，对不起，是贵党的提名政策，我也不是看得很懂啊，就是说一下鸡排妹哈，那么一下又民调做不出来这样子啊，那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一直在想，那这两个政党是怎么看待中正万华的选民的？你刚刚讲到吴佩益，那我其实一开始对他是充满了这个期待的，因为我觉得他是我想象他是一个充满理想色彩的人，所以可是正式进入提名之后，我观察他最近的言论里面，还有坦白说我有一点失望，因为跟我的想象有一点出入，那么他的很多的焦点跟他在意的事情都还是在选举操盘的内容上面，我并没有看到有属于他自己真正的想法。我举个例子，最近有关于这个私校大学院校补助的一个事情，这个是吴佩益。OK， 好，他也是一个大学毕业的，然后他对这样的一个教育政策，他都没有自己的想法嘛，他全部是来自于所谓的中央官方厨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陈其迈，几乎是一样的，他图片还多做了几个。OK， 这个是吴佩益的，我没有看到他个人的想法是什么，因为这些文字全部都是一样的东西。就是你看民进党所有的论述都是一样的东西，他们只是照贴而已，所以这是我还蛮失望的。我希望有机会可以跟
好好的理解，就是说在专注度上面，在议题的深入的表现你自己的想法。我不相信你完全赞成吗？你都没有一点点怀疑说，难道我们的教育政策只是学费的问题吗？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不是我说的，管仲说的呀。所以你一个教育政策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就提出来吗？教育政策难道不是应该是以十年为一个跨度去好好的规划，然后谨慎的提出吗？这中间难道没有过程不需要讨论吗？那我也要问一下，是明年二月开始补助，是补助几年呢？是会一直补助下去吗？那有关于这个我们的高等教育的政策在量跟值上面你怎么看呢？好，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2000年的时候，本国出生人口30万多，2010年那年是虎年，所以人口比较少，那年只剩16.6万，佩君，我们的出生人口就少了一半喽。2010年的小孩出生人口只有16.6万，所以呢，他上大学的时候是哪一年？加2028年，加18年 ，coming soon 啊，对不对？只有16万，全部上大学都不一定招得满，所以过去7年已经在民进党执政的7年，已经14所大专院校 close 了，那未来我们可以知道的，今年不知道还有几个，未来再5年，搞不好有40所 close 了，然后也做了这个 QS 的英国的这个大学排行，只剩一个，100名里面只剩一个，200名 no。然后马来西亚有5个，所以大学的量跟大学的值，难道我们不用讨论吗？难道我们不用商量一下吗？还有老师的薪水，还有老师是不是可以让他专心在他的教育，在他的研究上面？老师现在担任这么多的行政工作，怎么可能会提升教育品质呢？所以这是我很多的疑问，我都很想说，应该要有对话。可是现在呢，这样子的中央厨房的菜一端出来，他不允许你对话，你任何人对话或者任何人质疑都叫做巩固贫富。那佩君，这是一个道理吗？我想不明白，所以这也是我的疑问。我蛮失望说他只有提出这样子的东西，那我们立法院可以想象将来像这样子的一个立委，因为是党提名的，我们也可以理解党提名你当然要还，所以你最后是以党的利益大于选民的利益，所以就会多一个橡皮图章跟举手部队而已。那这也是我相信这次为什么大家都对这个政治的这样子的一个轮回循环都会非常的无感，可是又觉得不能够这样下去的一个非常每个人内心隐隐然的就觉得说国家不能这样下去了。那不能这样下去的时候，重点在立法院，所以我们的立法院是监督，那过去的监督功能没有了，就是因为政党提名啊，尤其是像民进党的，有一首诗叫14万男儿齐卸甲，对不对？这个没有一个人敢反对，所以我们要再多一个这样的橡皮图章的议员吗？立委吗？这是我的内心的一个疑问。对，我讲的有点严肃。不会，没事。其实这个也许你刚说的事情就是民调的真正原因，就是对民众来讲，可能新的人选啊，但是没有新的做法，那我何必要换人？那谁来做？民进党换谁？好像对民众来讲都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反映在为什么您的民调可以领先的原因。当然啦，这个状况也对这个国民党形成了很大压力。所以也许我也很老实的讲，可能到现在这个人选卡。法官推不出来了，当然一直有声音在劝进韩冰啊，您自己怎么看这一局？我其实个人对韩冰的印象非常好，也是在国民大会的时候访问。我记得那年一访问的时候，我当知道韩冰的原来当时的真实年纪的时候，我吓一跳。他表现出超过他年纪的那种智慧跟沉稳，非常早。我只能说韩家有女，让人非常的羡慕。对，那么但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他如果能够从政的话，他应该也可以扮演很好的角色，我觉得这个不用再讨论。但我真的要讲的是说，到底国民党跟民进党有没有考虑到万中选区人民的感受？因为一下子鸡排妹，一下子韩冰，一下子这个，一下子鸡排妹是他们的、对对对，我知道两个党嘛，对不对？那到底有没有尊重过这个选区的人？万中的人，万中选民的心声，你到底有没有去尊重过？那我想问，这样就会赢吗？
这样的行为就可以赢吗？嗯，对，我最想问的是万华中正的选民最后赢得什么，这才是我真正内心最深刻的一个叩问。嗯，其实站在这个政党来讲，这个不管哪一党都一样啦，就是当然胜选是首要目标，那胜选有的时候在艰困选区就会把脑筋动到骑兵身上，所以这也是刚刚美人姐讲啊，不管民进党想这个鸡排妹，或者是现在国民党在思考说韩冰有没有可能，其实都是一样的思考。但是我比较讶异的是，我这个上网路稍微查了一下，其实您真的跟政治结缘看起来还不是，我根据我查得到的资料，第一次传出消息还不是最近这几年事哦，其实民进党早在2015年就曾经征询过您参选台北的艰困选区，而且您那时候还没把话说死哦，是说可以考虑。那关键是什么？是当时的民进党曾经有让你认同的地方吗？还是说其实您很早以前就对从政这件事情是有一些想法的？我应该严格讲哦，这也在你的节目第一次透露啊，我不是2015年就被征选了哦，我第一次被劝，或者是说被试音词，慧眼试音词啊，对对对啊，被慧眼看到的呢，是1994年，那就是在绿色就在电台更早之前了，就是什么电台的第二年这样子的，所以是1994年。然后这个人呢，跟我约在来来饭店，当时就在立法院旁边嘛，你知道来来饭店。现在还是乔世晴，现在是韩世晴，现在叫什么饭店了？已经不叫来来，喜来登、嗯、好。然后呢，他一直跟我讲，他说你应该从政。嗯，我说哦，谢谢啊、嗯。然后他说你不要忘记了，我是人世间第一个跟你讲你应该从政的人。我心里想，我记这个干嘛？好，没关系。我就记住了，我就说非常谢谢你这样子的，所以是1994年就有人跟我说我应该要从政，而且他也认为我应该选啊、选什么选什么，对，他都做了很多的一个建议。 OK， 这个人还活着。对，我刚刚正要问说这一双慧眼还在世吗？这个人叫沈富雄。哎、欸，那真的不意外。所以大佬是不是一直在一段时间一直在物色政坛的奇才这样子？那您真是1994年，对，那真的是很早很早的就看出这个端倪来。是，只是2015年那次因为新闻被爆的比较大、那大家也就查得到的是2015年，对，就是就说顺那个话讲，那其实大家也知道说，因为那个时候动力不足 ，OK。并没有那么这个很清楚自己并没有那样子的一个动力。好，原来大佬这30年来都在做政治圈的心态，就是在挖掘人才。那您真的？哎、欸，这是在你的节目第一次透露的。对，因为我听到我也很惊讶，我都不确定。沈大佬还记不记得这个事？您真的参选以后没有再跟他聊过这件事哦？那接下来会安排，就是想说，哎、欸，他当年这个对，应该幸亏你的启发，因为我那时候参选的时候，他刚好在美国嘛。对，他五月的时候有回去。是。那不过回来讲到第二次，就应该那算第二回合，就2015年那一回合、最后没有这个合作成功的原因，是因为玄天上帝庙抽到没有官员签诗，还是其实是更实际大家看得到，比如说选区啦，或者是理念的？所以我想选区理念都有，而且最主要是没有那个动力。那么可是呢，这个你要知道，当时我刚好我本身就是这个妈祖联谊会的秘书长，那加上我后来有读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所以其实我一直在公庙这个非常的这个勤跑，那我也认识很多的公庙。那时候是刚好去了下营上帝庙，那下营上帝庙是很多人呢，这个不管参选啊，或者是不管是农会选举什么选举，只要跟选举有关都会想去拜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他叫下营，所以台语叫营啊。原来如此、对、所以我那时候刚好去拜访，然后他也主委也看到这个新闻，他就说你抽签你抽签、我说没啦，真的没有这个动力啦，他说你抽签、那果然你人在面对未知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呢，那果然神也是很清楚我没有那个动力的，对、所以就没有给我一个肯定的钱、这样子，对，那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那所以这一次 也有去请这个神明给您一些这次方向吗？你应该问我说那我这次有没有动力。对，有，非常感谢民进党这次给我那么强的动力。有，我刚刚已经看到了
这应该都是原因。而且之前您在这个正式参选那一天也有提到，因为中正文华在疫情的情况之下，当这个现任立委林昶佐一些脱序的言行，可能都让您激发这个更加激化想要出来服务的 这些想法了。那不过过去您和政治其实真正最近的距离是大家都很印象深刻，就是这个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选总统的时候58天高压竞办发言人这个角色，所以让林成林在选战结束之后 我相信是发自内心，因为我也有时候选战结束我有这个感觉，就是太累了。我想我往前推一下，你刚刚说林昶佐的脱序的这个行为，我并不从这个角度去看他，因为呢就像我刚刚回头讲的，因为政党提名你要还的，所以在这就凸显了，就是说再怎么优秀的人进入政党这样子的一个扭曲的操作里面的时候呢，他的优秀都出不来的，他必须服从这样子的一个命令，他必须服从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这是我们看到政党政治最可惜的地方，也是最扭曲的地方。那我再回过头来跟你问我的五十八天的那个发言人啊，那个是因为我当时帮余湘做发言人，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五十八天有多恐怖？我原来心里想就干两个月的活嘛，我跟你讲，那简直是。我没有一天是10点以前回家，我有一天是9点半到坐在家里客厅，我还觉得我今天是不是太堕落了，我怎么没有，我怎么可以这么早回家那样子，那真的是战战兢兢，所以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所以当下说好后悔，那是我当下真实的心声啊，太累了，对。但是那毕竟是当发言人，简单来讲是这个宋主席的配角，可是现在自己参选是主角，所以这个选战的节奏啦内容主控权其实在自己身上哦，所以我相信可能不会比较轻松，那但是心里的感受应该不太一样。你问我差别就是主角跟配角的差别。好，那么我必须讲说这次自己真正的下来选的时候，我在最困难最孤单的时候呢，我必须懂得享受。在压力最大的时候呢，我也必须懂得如何跟他相处。在被攻击还有秀才遇到兵的时候，我也要懂得如何跟负面情绪相处，所以这个是我现在跟当时不一样的地方。对，您觉得这个演艺圈跟政治圈化解压力的会有很大的差别吗？因为我觉得美人姐就是谈笑用兵间，这个风格应该在演艺圈或者在政治圈应该一体适用。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你说我的主持工作的，你说刚刚讲30年的经历，对我的参选有没有帮助？我想当然是有。但是我真正的参选之后呢，我所理解的事情，我每天在生命第一现场跟我的选民的一个接触，让我的生命的感受，让我对很多议题的深入的理解跟掌握，将来它其实也会铺垫我的主持的一个功力，对不对？像比如说陈文茜啊，对不对？欧普拉啦，甚至于德国之声的几个那个老记者，你看他们问问题，他们有多么的用功，所以这些都会让我不管这个未来在政治上面的一个为选民发声，或者是传达一种真正的比较清亮的声音啊，都是有帮助的。对，我们刚刚最一开始的时候跟美人姐讨论说有没有办法分辨选民蓝绿，其实我觉得您的强项应该不是这样，应该是主持功力会有一个滤镜，就是你可以看穿这个人是不是真心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您过去工作经验带进来的政坛，现在跟选民互动大概一眼可以看出来，或者跟他谈几句话可以分辨他是不是真心在帮助你。但说到真心，我倒是觉得您身边有一个很真心的角色，就是我们这个前台北市长黄珊珊，他在您宣布参选之后就公开的发文称赞您是性情中人。那媒体曾经也报道过说，因为两位有共同的好朋友，所以后来一阵子之后两位也结为好友。不过黄珊珊是柯文哲的这个竞选总统的总干事哦，但是您没有因为这个超级好朋友向民众党靠拢或者是走得比较近的原因是什么？好，你刚刚讲说我跟珊珊的交情，那我们就先定一下我们的交情是什么样的交情。OK，我们大概一年都不会见超过10次面，可是是一种相知相惜的一种感觉，仿佛就是彼此好像都知道说，当对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的去扮演对方的后盾。所以就像那个时候他选前一个礼拜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我要去，因为我叫做透明雨衣那一天，然后那个是选前之夜，对不对？就是我什么这一票要支持要抢救王世坚的那一场，对不对？他也不知道我要去。对，所以我
他不知道我会答应，应该这样讲 ，OK？ 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自己会毫不犹豫的扮演对方的后盾。嗯、所以呢，他后来加入了民众党，我也都非常的尊重，我们彼此尊重彼此的选择，因为只要我们想要共同保护的东西是一致的，用不同的位置都可以做，不会去为难对方。嗯，但在这个因为黄珊珊市长的这一层关系，会不会让您觉得说，哎、嗯，接下来跟民众党也许可以保持一些策略上的合作关系？我没有选举过、嗯、所以你说的这个我没有办法，我想诚恳的回答你、嗯、可是我并不知道这个可以怎么做、嗯、对，但是我想我自己内心坚持无党籍参选这个目标是不会改变、嗯、也不会动摇、嗯嗯、这也是我这次出来参选最重要的一个我认为需要扮演的位置跟角色、嗯、在这个离开政党的这个位置才能够回头督促两个政党、嗯都能，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行修复自己的缺陷了，因为在那样子的一个搅动那种的搅动里面是很困难的。对，嗯、那你会说我认为啊，这个你刚刚说参选的一个动力，其实还有一个、嗯，就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精神之一，就是定期改选嘛，对不对？嗯、做得好都该改，更何况做不好，你要知道。有了权力没有被监督，他就是戴上魔戒了、嗯、有了权力这把钥匙什么门都可以打得开的，不是吗？嗯，坊间有一句话，只有某某党不想过的法案，没有某某党过不了的法案，这对吗？所以隐隐然的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正在被用民主选举的制度没收民主、嗯、而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同意的，嗯，所以有为者都应该要站出来，嗯，认同您保护民主，都应该站出来保护民主。我相信认同您这样看法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因为其实说实在，我觉得柯市长当年崛起的原因跟这个有这样子想法的选民越来越多，我觉得是很有关联的、哦。您曾经跟柯主席碰过面吗？有没有听过黄珊珊讲他是怎么样的人？我。这个应该这样讲，我经常在公庙的场合碰过他，那我对他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政治人物这么认真的吃饭，嗯，他来者不拒，他就是非常认真的吃饭，而且一开始前几年看到他跟人家讲话还不太看人的脸，嗯，然后现在会看人家的脸这样子，对，然后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少数目前还很多时候比较真性情的人，他没有太多的那种修饰的语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比较真性情的语言。那因为最近就讲说我是政治素人，所以用词不当，那我也谢谢他的一个纠正啊。那有人说你是不是政治素人，我说那他说是就是吧，哈，只是我对素人这个词呢我有不同的一个理解。嗯，佩君，素人如果是代表说这个人没有沾染了政客的习气，所以他是一个素人、嗯、那我把他当成赞美、嗯、这样我是接受的、嗯、那如果说这是一个政治素人，他是没有准备的，那对不起，好，或者说他代表他不会选举， No， 我是有备而来的、嗯、所以我会用专注务实的态度，而不是用意识形态去操弄选举，所以我是认真的。嗯，所以素人对民众来讲，他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偏中性的词、嗯、就看就像美人姐讲的、嗯、看你是怎么去演绎这件事情、哦嗯、但不过还是要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就是柯主席为什么会讲到这个美人姐是政治素人，其实要讲到民众党，因为本来对美人姐可以在这个中正万华披挂民众党的这个党旗参选是寄予厚望的，所以他们之前党部主委也有跟您接头过。那不过后来最后的选择大家都知道嘛，就是美人姐还是选择以这个无党籍的身份那去参选。所以柯主席被问到说啊，这个好像对美人姐的参选是不是想要继续和您合作？您当时的回应是说，这个柯主席想要跟您合作，会让您觉得哎措手不及。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哦，我再回过头讲，你说党部主委、嗯、啊。那么必须讲我的确有接过他的电话，可是并没有谈到外面所谓的布局，嗯啊，可能就聊一聊这样子。对，因为最主要是他是林真宇的爸爸，对，好，那是因为那一次因为我这个内票抢救王世坚之后呢，林真宇就说那我怎么办，就第二天他的声量噗整个飙高了、嗯嗯、所以后来有一次在参会的时候呢，他们父女俩见到我呢，
还跟我说谢谢。我觉得他们也是蛮度量蛮大的、嗯、对。所以后来是我宣布说要这个参选之后呢，这个林卓有打个电话给我，他说你确定是无党籍吗？我说是、嗯、对哈，就是这样而已。因为我不会去参与布局、嗯、而且也不会去跟一个市党部主委去，我也没有这个资格去参与别党的一个布局这样子的、嗯嗯、所以我一直是这个方向，我是没有动摇过也没有改变过的、嗯、所以并不是像外面说的那样、嗯、那为什么我会说柯主席让我应该我讲杀的有点措手不及，这边跟你抱歉，我可能用词太因为可能真的没有选举过哈、嗯、其实我是说这个球丢的我有点接的措手不及，对，好，那么这也是柯主席真性情的地方啊、嗯、都没有过程啪、嗯、就说出来了，直接讲结论，对对，直接讲结论。那我也非常谢谢，我一直在想那我一定有做对什么事情，或者是我的一些理念的表达得到他的认同，因为科学务实理性的人我想都可以听得下我讲话的一个逻辑。嗯，其实很明确，因为美人姐在参选的时候就交代得很清楚、嗯、就是不会考虑任何党籍，那相对于来讲也是在这个，我觉得这样反而跟其他候选人可能因为党提名，那难免党就会像刚刚这样会有很多你必须背着的这个框架、嗯嗯、你不能突出到框架之外、嗯嗯、可是看起来这个美人姐在这之中游刃有余，行走江湖哦。那好朋友很多，我觉得是一个关键的。郭台铭董事长大概就是您这个大家都知道您的 好朋友之一，包括之前大家印象很深刻他的第一场下乡座谈会、嗯、您也到现场去支持他。我做了两场，嗯 ，OK 好。那么我也非常谢谢有那个机会让我能够畅所欲言这样子，对。我的确有收到他的祝福。嗯，是怎么样的因缘际会的交情呢？我的推想是可能跟这个信仰有一些关系，因为他也是很虔诚的这个。而且你不要忘了上次我做亲民党的发言人的时候、嗯、那个郭先生他们也有提了两位不分区的，所以大家是有接触过，然后也有见过面的，对、嗯、是有之前的那个延续下来的那个因缘，对、嗯、他现在关于这个私立大学的这些也有很多提出他的想法，但时间点哎，也就是在今这一两天了，是是，所以大家都觉得哎，这个动作看起来还是蛮多的、嗯、那当然在蓝营内部就会担心或者是期待都有、嗯、这个情绪是很复杂的、嗯、就是关于郭台铭董事长的下一步究竟如何、嗯、您有没有这个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我想啊，这个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起伏跟一个纠缠呢、嗯、只有时间可以给我们答案，嗯，我们就等时间吧。嗯，对。那你刚刚说我这个在南投也巧遇他，很多人就觉得说所有的巧遇都是故意的。那我真的不好意思讲，我其实刚才讲我四月八号、嗯、对不对哈、嗯？我也在那个高雄陆祖天后宫巧遇了赖清德、嗯，我还巧遇了陈其迈哈。所以真的是巧遇、嗯、，OK 我也没想到那天他会到这样子，对。对，因为对。这个政治圈来讲哦，巧遇是有的时候用在一些不一定真的能安排人事实地物讲得那么清楚、嗯嗯嗯、那就我们刚好心有灵犀的去到一个地方、嗯、是是是，巧遇拿来这样用、嗯嗯、但美人姐的解释的场合是、哦、这个这时候我相信确实我们可能也想太多，因为你几率问题你本来就会去非常非常多的宗教活动，那这人物就是必须地方信仰是很重要的事情。我那天在这个大同区的霞海城隍庙我还遇到王世坚，那你可以讲说我故意跟他巧遇，没有，那天就是城隍爷生日嘛，嗯，对啊，但我也是有跟王世坚亏了一下，我说世坚兄啊，这次呢您就心无挂碍的好好选举吧，您的理智跟您的感情都放在您身上啊，只要给我祝福就好。他就不好意思这样子，一直笑一直笑。他看到他有说他看到漂亮女生会很紧张，他一直以来的风格都这样。是是是。还有另外一条路线呢、啊嗯，那这个可能您跟政治人物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即使像我现在短短从政五年以来，我其实到不同的庙宇去，我有的时候还是需要问人家，或者甚至到现在有一些比如说进香的顺序啦，或者对神明不是那么了解，就反过来您刚刚说这个政治素人对这件事情倒一点都不陌生。我对公庙不陌生，嗯，对呀，所以像我昨天因为我们的这个万华区的顶塑里他们有一个保仪大夫、嗯、然后呢是一个祝寿，
然后就邀里长就邀请我去啊，那我也前一天就先送了花，祝寿的花，然后现场到现场的时候，发现他们拿了一张那个从哪边撕下来的纸，然后呢在那边写，那第一句要讲什么？哈、啊，那个要拜三拜，第一句要讲什么？第二句讲，我说你们在忙什么？他说我们要给那个请另外一个里的里长帮忙念，因为待会有其他的那个主要的那个木栅的这个祖庙呢要来这边拜拜这样子。那我这个时候就袖子给我张纸，我就坐台写岁次癸卯年哈、哦，然后五月十五日哈、哦、正日，然后呢这个那个适逢这个顶朔里，然后而且后来还发现不对，不能只写顶朔里，要写曲江丁，因为它的近的范围是比较大的、嗯、对，然后就说主记者陪记者，然后呢这个祝词要写，对不对哈、哦、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啊，这个男纳千祥女纳百福、嗯、OK 好，那四十无灾八节有庆哈，反正就是，然后后来他说可不可以写白话，我说好，大大小小都平安哈，嗯，就把他那一拜拜拜这样子，我就把他把整个祝词就写完了、嗯、那就是我们顺手可以做的事情。他旁边人应该很吃惊吧，他们很开心，然后如释重负，对，他一直帮我扇风这样子、对啊，就很可爱啊，心爱了，对啊，这也是一个不一样大家没有想到的互动的方式，而且这可能别人要临时要学完全学不来。我想你将来还是会，你已经是政治人物，你将来难免还是遇到这个、我只给你这个 rule number one、OK、人等神，不要让神等人，嗯，你再怎么跑脱你都不要 delay， 尤其在拜庙的时候。好，谢谢美人姐、我还是相信心诚则灵。所以美人姐跟其他这个第一次参选的人，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也许像我们自己参选的时候是这个准备参选然后再来开始做准备，可是我觉得美人姐看起来观众朋友应该看出来，就准备好了之后我们来参选做这件事情。谢谢美人姐接受我们访问，谢谢，祝您心想事成，也感谢大家收看本周的今天谁来配，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拜拜。